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370面，370面，倒数是不是这条？倒数第六行最后一句看起啊，倒数第六行，至于极乐同居，持六八德，数因七真，报念佛光，遍满国土，水鸟树林，演说妙法。住上善人入正定居，永离众苦，为说大乘法乐，是为同居净土。前面我们看到娑婆世界的凡圣同居土，特别是在现前这个时代，确实像经上所讲的，充满了不净。主啊，可以说达到了极处啊。造成社会动乱，地球灾变异常啊，居住在地球上的众生没有安全感了，哪里来的路？富贵贫贱，都没有乐受啊，所受到的是苦啊。跟极乐世界同居土对比，完全不相同。啊，极乐世界的同居土，持六八德，这是讲的水。无论在什么地方，保持都是八功的水啊！八功德前面学过，那我们现在的地球上的水，干净水越来越少了，海洋被污染了，江河被污染了，啊，大地被污染了，所以从大地里面抽出来的水都不清洁，啊，都有严重的污染，给一切众生带来的毒害啊！啊，这真正叫悲惨世界啊！我们看到这里，极乐世界的树，
数盈其真，盈是满的，满数都是珍宝啊。啊，我们现在因为数，它也用农药，也用化肥，所以古时啊，看起来好像比从前好看。啊，又大又美，可是吃起来呢，不是味道。啊，没有从前那种果实的鲜味。同样一个道理，我们就晓得现在这些花果树木啊，不养人了。乃至于稻米，啊，由于水分、土壤染污了毒素，所以种植出来这些粮食，啊，水果也都有问题了。为什么现在人病那么多？古人所说，病从口入啊，啊，是你吃的东西不清净啊，你饮的水不清净啊，啊，病从这来的。啊，那么现在科学家常常提出严重的警告。上一个世纪，英国汤恩比博士极力提倡恢复过去人工的种植，啊，不用机械化，啊，不用农药化肥，有道理，不是没有道理。啊，可是今天人为了暴利，不择手段。啊，只要东西长得又大又好看，对人体有没有伤害，与他无关。啊，他只要成品能够销售，赚来啊高度的利益，他就满足了。啊，这是什么原因？人失去了爱心，充满了自私自利，不知道爱别人。啊，真是中国古人所谓的起心动念皆是损人利己，你说这个观念多么可怕，但是这个观念充满了整个地球。如果不能加以改正，地球上的居民不能回头，西方宗教里面所讲的世界末日，很可能就不能够避免。啊，我们学佛的人很幸福，可以移民到极乐世界。
这一堂课，这一部经介绍我们往生极乐世界。宝莲佛光，这是七宝池里面的莲花。莲花是十方众生往生极乐世界的住处，莲花化身了，所以莲花有阿弥陀佛本愿加持，所以他有佛光，遍满国度啊。七宝莲池遍满极乐世界，佛光也遍满极乐世界，水鸟树林，水流的音声，他在说法。树遇到风声，也在说法。极乐世界的树都是宝树，有一宝成就的，有两宝成就的，有杂宝成就的，美不胜收啊！风吹着树林，树叶与树叶，相碰的时候，就像风铃一样。不但音声美妙啊，他在那也说妙法。鸟也在会唱歌，你细心听，他唱的全是经论。所以到极乐世界，无论在什么地方，你所见到的、所听到的，皆是大乘妙法。诸上善人入定定居，这一句要注意，不是每一个人都在树底下打坐，不是的。不是这个意思。正定是自心本定，行住坐卧都在定中。所以这个定呢，不是讲身，是讲心。十报图里面的菩萨，妄想分别执着全都放下了，这叫真定啊，这是自性本定啊，起心动念都没有了，哪来的分别执着？那么同居图里面烦恼习气没断呢，虽然没有断，他得阿弥陀佛48愿的加持。第20愿最后一句说，只要是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借作阿惟越致菩萨。阿惟越致是什么菩萨呢？十报图的菩萨。也就是说，凡圣同居图里面的居民，
都享受到十报图菩萨的待遇。啊，哪些待遇呢？智慧、道力、神通、感应。同居跟十报没有差别了。啊，这一句经文不可思议。这一句经文上有两个字，上善，住上善人。你要记住，我们要不断恶修善，怎么能往生？上善怎么个修法？有一个非常妙的方法，就是念阿弥陀佛。只要这一句阿弥陀佛念熟了，一切时、一切处、一切境缘当中，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，什么也没有。看到人，人人都是阿弥陀佛。看到物，样样东西都是阿弥陀佛。确实，念熟了就是这样的。阿弥陀佛在哪里？在我的周边，没有一样不是阿弥陀佛。这个功夫就叫成片了啊，念佛功夫成片了。烦恼没断，功夫成片了。功夫把烦恼控制住了，这就能往生。啊，烦恼有怎么样，它不会发作了，它不起作用。啊，起作用的就是这一句阿弥陀佛。心里头有阿弥陀佛，口里头有阿弥陀佛，神对一切人事物恭敬，叫恭敬阿弥陀佛。这个人是真正念佛人啊，清净心、平等心对待一切，啊，我们真想在这一生当中往生极乐世界啊，就得认真修学，这是上善的修学法。为什么？这一句名号，四十八愿，愿愿都在其中。真念熟了，四十八愿的影子不离日常生活，言行举止自然跟四十八愿相应。啊，所以永离众苦。唯受大乘法乐，
这是极乐世界的同居净土。啊，我们这个世界是同居秽土，严重的染污。又极乐同居净土，原名无碍，也通于常寂等上三土。这一句话不能少，这是极乐世界的事实真相啊！同居土，原名无碍。你在同居土里面所感受的圆满、光明，圆是讲德。明是讲智慧，信德、光明，无有障碍啊！无障碍的事是什么呢？它通方便土，通十报土，也通常寂光土。啊，通无障碍，它见到啊，见到方便土。十报土、极光土啊，就在同居土里头，障碍没有了。同居土里面的人，能亲近极光土里面的如来。虽然极光土里头什么样现象都没有，他能感觉到，能感受到。啊，十报图跟方便图啊都有现象。十报图里的形象没变化，方便图里头有变化，有变化也变成无变化了。这是弥陀本愿为身加持，才有这个现象啊！啊，所以仕途没有障碍呀、啊。弥陀苏超云：“随其机意。”这个机是众生啊，根基不相同，所见也异啊，看到的不一样。有与同居见极光净土，有与同居见十报土，有与同居见方便土。由于同居但见本土，啊，能见即光，四徒统统见到。为什么？这最高的层啊，见到十报土。当然一定会见到方便土，没见到常寂光土。
如果他见到方便有余土，当然极光土跟十报土他没见到，大概凡圣同居土里面这些菩萨刚刚往生到极乐世界，带出娑婆世界严重的烦恼习气，所以到那个地方只见到同居土啊，方便土还没见到。不过在那个地方修行，我们相信不久他就看到方便土啊，功夫再向前提升呢，他就见到报土，就见到长吉光土啊，我们相信在那里很快他就见到啊。为什么？天天在学习嘛，不间断的在学习嘛。如相法具一经云：今日作种，无恙所种啊！或见此处山林地上沙砾，这是见到本土，我们现在住的地方。或见七宝，或见是诸佛行道处，或见即是不思议诸佛境界，皆随机意见也。每一个人见的不一样。不一样是随众生根性，不是别的。境界还原观上讲啊，畜生无尽啊，境界千变万化，随着什么变？随着自己境界变，自己境界提升了，哦，见的就不一样。你是凡夫境界，你见的就是凡夫的国土；你是声闻境界，你见到的是方便土；你是化身菩萨境界，你见到的是十报土。不一样啊。你能够到不起心不动念呢，那你见的就是不思议诸佛境界。原教初住菩萨见到了，皆随机意见，机不一样，见的就不一样。啊，这个世界不是别人变化的，是自己变的，与别人不相干啊。啊，自己一定要珍惜。啊，即使有殊胜的缘分，中国人讲的特异功能啊，你能看见，一般人见不到的，
你能听见一般人听不到的音声，这是个特殊缘分。那你要晓得，你的身见没破，你自私自利没放下了，你是凡夫，啊，你这个能力不是自己的，别人借你的身体在起作用，现前这个社会很复杂，很多，能不能相信这些？不可以啊，要相信自己。相信别人，这叫外道，心外求道。要相信自己，一切唯心造。最明显最多的就是附体啊，附体的现象太普遍了。我们遇到附体现象用什么心态对它呢？啊，礼敬祝福当然是应当的，称赞如来，他说的是善的，说的是跟佛经上相应的，赞叹他；说的跟佛经上不相应的，要批评他，告诉他他说错了，啊，纠正他。为什么？他也是凡夫嘛。啊，因为他没有肉身，他的活动能量比我们大，我们受身体拘束，他没有这个拘束，所以很多消息他灵通啊，我们不知道他知道啊，任何信息你要记住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，无论是物质上的信息啊，医报的信息，政报的信息啊，自然界的信息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自信清净心里头一尘不染，你永远记住这个，这是真的啊。那么有一些信息的时候是可以供给我们做参考的啊，你比如说这个灾难的信息啊，他们传来的都说这个灾难是真的，真有啊，对我们有好处啊，让我们提高警觉，我们在这段时期认真努力来争取啊，争取什么呢？争取上人的条件，上善啊，极乐世界是上善之人聚会一处，咱们得修上善了 啊上善断恶修善而不着相啊，不要把这个断恶修善放在心上，那就是上善啊，上善是忘我啊，有我不是上善的，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才是上善。
大乘佛法里头最低的条件。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尽量学习，不为自己。对自己来讲呢，一切随缘，什么都好。不执着，不分别。自己，万缘放下，一心念佛。对待别人，应当慈悲。慈悲随缘，不攀缘。行善绝不求回报。衣食住行，日常生活，尽量的简化。越简单越好。为什么呢？心清净啊，不为这些事情操心啊，紧紧抓住阿弥陀佛。妄念很多，怎么办？读经。专注读经。妄念自然就少了，时间久了，妄念自然就没有了。我把我的功夫专注在读经上。为什么呢？不读经就打妄想啊，妄想一个接着一个，这是习气，这是毛病啊。这个毛病可严重了，是六道轮回的根本。妄想止住了，你就有能力超越六道了。妄想止不住，难啊。这是我们真正用功夫的地方，不能不知道。把这个世间一切恩恩怨怨的全部放下，有恩于我们的人，跟有怨仇于我们的人，要平等看待。天天将修学功德回向给他们。求三宝加持啊，帮助他们早一天觉悟，早一天回头。我们有这个心愿就圆满了。不要着急，不要去看到怎么还不回头了，要把这个心放在我们心上就坏了。我们的功夫全部被破坏了。我们每一天祈祷，每一天祝福，回头不回头是他的事情，就不要管了。自己赶紧回头比什么都重要。管别人不管自己，别人回不了头，自己也沦落下去了。这叫真可惜啊。经上这一段所讲的，
我们每个人所见到的感受不一样，这在现前也如是啊。我们同样看一个陌生人，两个人感受不一样，同样一桩事情，几个人在围观，每个人看法不一样啊。为什么呢？我们的念头起心动念不相同啊。念头清净的，他看没有一个人不清净，啊，不清净的地方他看到是清净的，心地染污的，看到身心清净的时候，他没有看到的清净，他看到的是染污。所以佛告诉我们，境随心转，不是心随境转，实在讲是境随心转。我们看到境界，就能看到一个人的心。啊，你去走进一个朋友的家里，你看看那家庭里面，如果是干净整齐，这个家庭一定是幸福美满的家庭。你看到家庭里面很凌乱，不干净，你就知道这一家人懒散懈怠啊，自私自利，有自己没别人啊，都能看得出来啊。啊，人也随着年龄随着环境呢，都在变迁呢。啊，我在年轻的时候有体力有精神，喜欢做事啊，居住环境整整齐齐，一丝毫都不凌乱。啊，可是现在年岁老了，啊，我这个书桌上的东西都很凌乱，懒得整理了。年岁大了，精神体力不够了。啊，跟年轻的时候完全不一样。啊，年岁大了，看这个世界，看了几十年。几十年当中的变化，不是像正面的，像负面的。变化太大了，啊，不是十年十年。啊，过去我们说5年5年，
现在不是了，现在每一年都有很大的变化。啊，一年的变化了，这个速度的时候是过去十年，现在变化变得这么快。伦理道德因果没人教了，讲了也没人信。啊，中国国内这两三年来，啊，像企业家的论坛，啊，《弟子规》的分享，这样的活动很多，是不是好事呢？是好事，有没有效果呢？不见得。为什么？啊，论坛几天，大家心血热腾了，热心啊！这个活动结束之后，三天五天就冷淡下来了，一个月半个月没有了，全忘光了。啊，所以收不到效果。好，是不是好事？好事，值得做，但是要晓得，很难收到效果。啊，真正要收到效果，一定要有个实验田。啊，像过去汤池啊，庐江汤池这个实验田。它能起作用，啊！你比如说这个论坛完了之后，哎，你们到汤池去看，啊，那是个根呐，根拔掉之后了，那就没有了，啊，热一阵，啊，很快就变成冰冷的。啊，那么过去我对这个点还热心，啊，还宣传，现在不宣传了，为什么？没用了吗？没有人愿意做吗？那就随他去吧。啊，这个随他去什么？灾难就随他去吧。啊，奖金。决定不中断，蒋介石天天在劝呢。啊，真正的有缘人，每一天跟我们同步的时间，啊，收听我们的分享，啊，或者叫。卫星电视啊，跟我们一起分享长时期的熏修，没有不成就的在这个时代，我们讲经还不停，原因在哪里？啊，现前道场没人肯真干了，但是网络上有人，卫星电视上有人，有真干的，只要有一个人真干。
我们这种分享教学就不能停啊。啊，佛门里面所谓的度一个算一个，一个都没有了，那我们就赶快走了。对这个世界没有丝毫留恋。啊，这个世界能够听得懂的人就不多，能够照做的人就更少。啊，知恩的人不多，报恩的人就没有了。见利忘义。对，今天社会普遍的现象。啊，他连父母的恩都不报，都不知道。啊，所以这个世界会有很严重的灾难，道理就在此地。啊，我们对这种事情的应变，就是认真努力，断恶修善。改邪归正，啊！遇到净土法门，遇到无量寿经，这是世间第一等大福报的人，啊，遇到这个法门，万缘放下，一心念佛，如果你有任务，这个任务就是帮助苦难众生，啊，灾难结束了，你还在这个世界，你要帮助啊，如果没有这种任务，没有这种大愿大行的，会跟着灾难一起走了。这众生的功业，可是每一个人去处不一样。一心念佛的人，他到极乐世界去了；心地善良的人，天上去了。心性不善的三恶道去了，过人去处不一样。我们一定要知道，人是永远不会死的。那如果人会死，只有这一生没有来生，那什么事做什么事也都无所谓了。问题他不死啊！啊，如果诸位留意一下，这附体现在现象很多。你从附体的你就知道他没死。啊，那是灵魂呐，附在人身上。啊，透露一些消息。啊，他在哪一道？那一道的状况，他都能说得出来。啊，这些信息对我们来说都非常宝贵，值得我们做参考，值得我们警惕。啊，我们不能被鬼欺骗。啊，但是我们知道，人确确实实有六道轮回，人确确实实有前生后世，不是这一生，
明白这个道理，我们决定不能跟人结怨仇。啊，结了怨仇什么？对方要不饶恕你，记恨在心，那就是生生世世没完没了，冤冤相报啊，不值得了。所造成的是彼此双方都痛苦，这又何必呢？啊，所以圣人教我们，恩要报，冤要忘掉，只报恩不报怨。这是正确的。啊，大乘佛法给我们说的是，一切众生跟我们是一体，更亲密了。啊，自己害自己还能报复吗？还能怨人吗？啊，遇到佛法，遇到大乘，遇到净土，这个缘分多难啊，多不容易啊。我们接着看下面文。故弥陀要解云：净云极乐世界正直同居净土，业界恒居上三净土也。啊，这里头用了一个恒字，这个字的用意就很深了。啊，意思是说明西方极乐世界的四土是在一起，没有高低的。啊，数字是有高低。十方世界诸佛刹土里头不是横的，是竖的。啊，所以我们见不到。啊，我们在这一层楼只能见到这一层楼的境界，上面下面都不知道。啊，西方世界有四土，四土在一起。啊，恒居上三净土啊。又云：今曰幸运行善，弥陀名号不可思议，故能令凡夫所感同居极乐最极清净。啊，这都是要解人的话，莲池大师说的。啊，现在就行愿行，这是净宗修学的三个条件。真心真发愿，真感真心切愿，从什么地方看呢？看他是不是真干。真干他就有，不是真干他就没有。性根愿全落实在行里头，没有行，性愿不是真的，是假的。所以真心净土不容易啊。
啊，什么人真心？古人说了一句话：“为上智与下愚不已。”这讲真心。上上根人，一文轻物啊，他能做到。下下根人，我们讲愚痴啊，什么也不懂啊，叫他念一句阿弥陀佛，他就老老实实抱住阿弥陀佛，一生不改变。临终时候往生，瑞相稀有，他成功了。为什么？他真心。啊，当中这些所谓知识分子，啊，中等根性的人啊，这上不上下不下。佛菩萨对这些人真的是慈悲到极处，释迦牟尼佛49年讲经教学就是为这种人 啊包括说我们这一类啊，上上根人呢早已经成佛了啊，像六祖慧能这样的人上上根人，啊，你教他只要一次一两个钟点就行了，问题解决了。啊，他是真的心愿行。所以人家才能证果啊，才能见性啊。啊，老太婆要花几年的时间，或者几十年的时间，她成功，坚定不移。啊，最麻烦的，自以为聪明，啊，三心二意。啊，你说不信吗？他信，你说信啊，他不是真信。啊，你不能说他没有愿，他真想到极乐世界，他又不肯念佛。啊，妄念太多。啊，天天照顾这些妄念，把念佛给忘掉。啊，这些人跟净土的关系，生生世世阿赖耶里面种一点善根而已。啊，到哪一辈子，你这个善根多了，产生力量了，就起作用了。这个善根敌不过烦恼，它就不起作用。啊，烦恼起作用。善根不起作用，不能成就啊！弥陀名号不可思议，这是真不可思议。知道的人太少太少。哪一个人能够认识这阿弥陀佛六个字是宝，他肯放松吗？
绝对不肯放松啊。黄念祖老居士往生前半个月，你看他把阿弥陀佛抓多紧。一天念14万声，他告诉我，他记数念佛，一天念14万声。念半年，他老人家往生极乐世界去了。他知道名号是宝啊，他知道名号不可思议。故能令凡夫所感同具净土。最极清净，阿弥陀佛，诸佛如来尊重他，称他为光中极尊佛中之王。为什么？就是因为极乐世界的同居净土，比一切诸佛如来的同居土都清净。极乐世界无比的殊胜，不是上三土啊，是同居土。闲事弥陀无尽的慈悲，也就是在同居土啊，常寂光土是绝对平等的，摄报土是大致相同啊，大同小异。方便土跟同居土，这就是十法界。十法界里面，四圣法界是净土，是方便有余土；六道是秽土。西方极乐世界同居土是净土，这个太难。那我们知道为什么他的同居土都是清净庄严，因为凡是生到极乐世界都是诸上善人换一句话说，都是具足上善的条件，你才能够到那去，这是他的殊胜。也就是西方极乐世界的居民是接纳十方世界的移民过来的，没有当地土生土长的，没有。极乐世界是个新兴世界，里头没有人居住的，全是外的移民。移民那个关卡设的时候要哪些条件？不符合条件就不能来。条件是最重要的一个。心净则佛土净，你心是不是清净？心不清净的不能进来，念佛也不行。这个道理要懂啊！一天念10万声佛号，心不清净，去不了。清净心呢？
感情净土啊，极乐世界是这个同居土，是阿弥陀佛清净心所现的。十方世界的同居土里的众生，有清净心跟他相应，跟佛心相应。啊，用清净心念阿弥陀佛。清净心从哪里来？放下分别执着就清净了。啊，于世出世间一切法再不执着了，通通放下了。常常想着，因为一切法从心想生嘛，就想太重要了。想什么？想阿弥陀佛今天来接我。我怎么办？是不是还想想这些东西留念的，那些牵挂的？啊，你要照顾这个世间，这也舍不得，那也舍不得。阿弥陀佛就走了，不理你了。啊，你牵肠挂肚的事情太多了。啊，什么样的心态呢？什么都不要了，连身体也不要了，阿弥陀佛就带你走了。天天做如是观呐，这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秘诀。啊，什么都放下，啊，就像什么，要把这个世间当作旅馆来看待。啊，旅馆设备设施不错，住着很舒服啊。啊，说走就走了。啊，旅馆的东西是一样都不是我的，一样都不能带。这个世界就是个旅店啊，在旅馆里所有一切设施你可以尽情去享受，不是你的，你带不走。我们用这种心态住在这个世界呢，那心地自然就清净了啊，不是我的，连身体都不是我的啊！什么东西是我的呢？阿弥陀佛是我的。你能这样想就好了啊！只有阿弥陀佛带得走啊！阿弥陀佛在哪里？在西方极乐世界啊！你心里只有阿弥陀佛，你一不到极乐世界，你到哪里去了？念佛人常常要有一个正确的念头，家在西方。弥陀是我最亲的人啊，要回家去看看呐。啊，阿弥陀佛就像父母一样啊。诸大菩萨是兄弟。这才是中国古人呢所谓的落叶归根。
啊，根在西方，根在极乐世界。啊，落叶归根就是要回到西方极乐世界去。在六道，在十法界，都是来观光旅游的，念头可不能错。下面还是要解上的话，此则设方佛土错误。啊，讲极乐的同学，设方诸佛刹土里头没有，极乐同居土山，换句话说，只有西方极乐世界这一家，他的同居土是净土。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的同居土是秽土，方是极乐净土宗旨啊。啊，我们称西方极乐世界称为净土，主要就是称它的凡身同居土，最极清净。啊，也就是说，阿弥陀佛所要求的心地清净的人生净土，心净则佛土净。啊，凡是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，跟阿弥陀佛有缘的，到达极乐世界，心地就清净。我们懂得这个道理，知道这个事实真相，所以对于清净心就特别要注意了。啊，清净心就是放下万缘，放下分别执着，比什么都重要。啊，要学弘一大师晚年他真的回头了，叫回头是岸了。诸位看弘一大师的传记，这个老人年轻的时候傲慢，习气很重，好强好胜，啊，对人对事要求过分的严格了。啊，所以大家都知道跟他相处非常不容易啊。他看不惯，就要呵斥，就要责备，毫不留情面。学佛之后改了，他真改。啊，到晚年一点习气都没有。什么要求都没有了，99年那一段时期，我住在新加坡，
在新加坡讲经，广洽法师偶尔也来听经，他很喜欢经教，邀我到他小金室去吃饭。我去过一次，叫占卜园。这个地方呢，弘一大师过去到新加坡就住在这个地方。他跟广洽法师交情很深。广洽法师告诉我，他们认识是在闽南佛学院，早年的时候，在新加坡的时候就看到他的生活状态非常随和，什么都不计较，没有一样不好，真的是人人是好人，事事是好事，他没有分别心了。这是往生净土必要的条件呐。弘一大师修成了，难得了。那这么样一个挑剔的人，到晚年的时候那么样随和，我们如何能真正落实？人人是好人，事事是好事，这到底是个什么境界？你的心好，你的心清净。我们的言行举止是我们心的反应，我们心里头有计较，心里头有分别，有执着，反映出来就是样样计较，心地清净平等反映出来人人都是好人，事事都是好事。坏事也是好事，怎么是坏事也是好事呢？坏事是他心里面那个烦恼恶习气反映出来的。阿赖耶里头有总得让他爆发出来那造作恶业的时候，有了恶报，恶报也是好事。为什么？到那去消业，消干净，他不就没有了吗？那看法不一样，三善道消善业的，三恶道消恶业的，清净心里头善恶都没有，所以你造的善，善要消掉，你造的恶，恶要消掉，通通消掉了，心就干净了，那才能到极乐世界。极乐世界的人只有净业，善恶都是染业，所以六道里头有善恶，四圣法界里头没有善恶，它有染净，它是清净的，六道是染的，染里头有善恶。菩萨教导我们断恶，不着断恶的相，
修善不着修善的相，保持用清净心去断恶修善，这叫敬业。啊，叫你不住相啊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呢、啊，那是真心，那就是清净平等觉。啊，掺杂一点意思在里面就坏了，就是染污了，一丝毫意思都不能够掺杂。啊，这是诸佛与法身菩萨应化在设法界，应化在六道，给我们做榜样啊！就是很多人看不出来啊，看出来的人就学到了，看不出来的人什么都没学到。啊，看不出来的人，看佛菩萨也是凡夫。没有看到他的妙处啊。这一弥陀一尘愿海，六字洪名，万德庄严呢，一句清净。以此最极清净不可思议一句弥陀名号之真因，自然感得不可思议最极清净之极乐同居国土。这说明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同居土的最极清净怎么来的，这就说明白了。这一段的开示非常重要啊！啊，为什么？我们能够理解，能够认真修行，虽然生同居净土，像前面所说的。你能够在同居土里面能够见到十报土，能够见到极光土，你能见得到啊。如果你不明白这个道理啊，也生同居净土了，你只能看到同居净土，上三土你见不到，不同在此地。啊，因为我们虽然是从同居土的时候，我们已经在修清净心了，所以到极乐世界就占很大的便宜。啊，如果我们的心不清净，生到极乐世界，只见到同居本土。上三土见不到啊，在极乐世界修行，在那边断烦恼断习气啊，也是很长的时间啊，慢慢的见到了，先见到方便土，再见到十报土，最后再见到极光土。在这个世界修行，这是佛说的，娑婆世界修行一天，等于极乐世界修行一百年。这什么意思？
这个世界障碍多，大起大落啊，会修的人提升得好快，不会修的人堕落得很惨，大起大落。西方极乐世界只有起没有落，它现在很缓慢。这个世界只要你经得起折磨，你起得就快啊，所以种种折磨，种种灾难，好不是坏处啊！啊，善的境界，恶的境界，都是叫你大起大落的。啊，五欲六尘在那里诱惑你，西方就是没人诱惑，所以你提升就很慢呐。真的有人诱惑，诱惑的是你不接受诱惑，吼，一下就起来了。啊，所以顺境里头成就什么？成就啊，断贪痴啊。逆境里头呢，断嗔恚愚痴啊，贪嗔痴三毒烦恼，在这个世界，特别在现前这个时代。对修行人来讲啊，好事啊！你到哪里去找这个环境啊？啊，你在过去你做好事都有人赞叹你，现在做好事的骂你。哎，骂你也不生气，好事还照干。你这个境界提升多少？所以，找麻烦的人、骂你的人、侮辱的人。啊，回报的人、陷害的人都要感恩呐！啊，他们都来考你的，啊，看你功夫怎么样，你是真的还是假的？真的，真功夫。啊，怎么能忍受呢？佛在经上把事实真相说出来了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问题不就解决了吗？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你计较它干什么？假的不是真的吗？啊，人家嫉妒、障碍、回谤、陷害，还目的在哪里？还不都是明文理扬吗？你把明文理扬写得干干净净，不就没事了吗？啊，能障碍你的其实是名利呀，名利丢掉了时候，他就没法子障碍你啊，那是他自己障碍他自己了。啊，这个道理一定要把它参透，你才能在日常生活当中常生欢喜心。你不会没被境界转了啊！楞严经上说得好，若能转境则通如来。你不被境界转，你就能转境界。能转境界是谁呢？诸佛如来、化身菩萨。我们虽然没真的化身了，已经有发生的味道在了，有那么一点样子在了。啊，
换一句话说，要经得起考验，经得起折磨。人如仙人，能够经得起割礼王的折磨，提前成佛了。你说割礼王是好人是坏人？他帮助释迦牟尼佛提前成道了。我们一般人是割礼王坏人呐，释迦牟尼佛说他是好人。我们说他各界人如仙人是坏事，释迦牟尼佛说的是好事。看，人人是好人，事事是好事，他成佛了，报恩了。他成佛第一个度的就度这个人。我们在今天上看到的释迦牟尼佛成道之后，在鹿野园说法，第一个证阿罗汉果的乔成儒尊者，乔成儒前世就是割礼王。释迦牟尼佛前世人如仙人，报恩呐。所以你要真正参透了，这个世间没有绝对的是非，没有绝对的善恶，没有绝对的罪福，中国古人也懂得这个道理啊，所谓祸福相依啊，福中有祸，祸中有福啊！你看祸福两个字在中国文字上很相像啊，到底是福是祸，完全在你自己，你自己用清净心，祸变成福，你自己用妄想分别执着，福就变成祸，会变的。中国文字的妙就妙在这个地方。这两个字时时刻刻在提醒你。祸福无门，为人自找。是福是祸由你自己。你用什么心态就对他。用善心全是福，祸就没有。用恶念全是祸，福没有了。这不就是相随心转吗？境随心转呢，相由心生。把这个道理讲透了，我们想远离灾祸，那你就远离烦恼习气，远离贪嗔痴慢疑，远离七情五欲，祸就转变成福了。这个就是在大灾难里面，你不会感受到灾难。为什么呢？你把境界转过来了。你要不能转，还是用贪嗔痴慢的这种心态来待人处事，福也变成祸了。福是什么？过去生中修的福。
因为现在享福，享福你的心态是贪嗔痴慢。你在享福里面就造很多罪业，福享尽了，罪报就现前了，福变成祸了，就是这么个道理啊。这是非常契合逻辑思维，没有错误啊。我们不能不懂啊。啊，古人讲的话，吃亏是福，难得糊涂。那个糊涂，最聪明的人呢？啊，糊涂正是聪明，聪明到极处了，用糊涂来掩盖自己。啊，这深藏不露啊！原理在后，啊，鼓声现前，诸佛菩萨在示现的时候，都做出了最好的榜样给我们看，这是慈悲的基础啊，真实智慧，真实利益，一句弥陀名号的真音，自然感得，就是大乘教常讲的法而如是。极乐世界的成就是自然现前，没有人设计，没有人建造，我们无法想象。经教里面，佛常常为我们介绍啊，欲界天。欲界第五层叫化乐天，自然感得的。啊，化乐天人的生活享受，也不需要设计，也不需要去建造，啊，完全是随自己的意念。自然感得啊，第六天就更舒适了啊，第六天叫他化自在天，这个他就是第五天。第五天自然感得，奉献给他们他们不需要去变化啊，自然就有人供养送过来了，这福报大了，阿弥陀佛的福报，
法的四十八愿，无界修行，你说这佛法多大？所以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愿力真因呢。这里讲不可思议一句弥陀名号，一句弥陀名号里面就圆圆满满含摄四十八愿，四十八愿里面又圆满含摄整个无量寿经，无量寿经整个含摄了大方广佛华严，你才晓得这个弥陀名号的真意，你才能体会到啊！你对于自然感的不可思议，最极清净的极乐同居国土，你就不会怀疑了。这是真的，这不是假的。那么还有一个可以给你做证明，你自己往生的时候也是清净心，念佛，念佛的人很多啊，往生的人不多啊，为什么？天天念佛心不清净，不能往生。念佛念到心清净，清净你真放下了。我念佛，我把世间放下了，佛法没放下，能不能往生？能往生。往生到极乐世界，你只能见到本土，方便土、十报土见不到，为什么？佛法没放下，世出世间一切法全要放下了，你看看。莲池大师给我们做的榜样，这了不起的人啊，一代祖师啊，通宗通教啊，显密圆融啊，到晚年只有一部阿弥陀经，一句阿弥陀佛，其他的全放下了。那我们就知道他生到凡圣同居土的话，他能看到极光图，能看到十八图，这是什么？他的心比前面一个心更清净。最低的功夫，佛门常讲愿亲平等，这最起码的功夫。念佛得罪我的人还有怨恨，对我好的人还有亲情，去不了啊。是好事啊。还得搞轮回，在轮回里面大概就是天道人道你不会多三恶道因为你有报怨、报恩、报怨的心没放下。恩要不要报？要报。怨呢？怨不要报。报恩要用清净心去报，不要有情执，如果有情执不能往生有情执多半什么？多半到他家又变成他家的儿孙了，来投胎了，报恩来的自自然然就是孝子贤孙，不要人教他，这孩子太好了
啊，他有恩来了报恩的吧？如果是报怨来的，这小孩是叛逆，不听话。啊，长大之后一定搞得你家破人亡。啊，来的因不一样啊！啊，还有讨债还债的。啊，那么现在我们想想，现在社会上的人对众生的布施，是恩惠多，还是冤害多？自私自利。损人利己，恩惠没有了啊！那么换一句话说，全是恶因、恶缘，这个麻烦可就大了啊！所以世界变成这个样子，地球变成这个样子。我们知道啊，为什么会这样？啊，不必呢，单单就这一本《无量寿经》，你好好的去念，你的慧眼就开了，你就能了解一个人、一个家庭、一个社会。啊，这个地球种种变化都有因缘果，你都能看得很清楚，看得很明白。啊，看清楚，看明白了，我们自己就会选择一条道路，选择一个方向，一个目标，这一生决定有成就。啊，往生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。极乐世界之同居土啊，超越十方啊，故常曰极乐之妙啊，守在同居。这句话是真的，完全正确。古今中外，佛门界大德啊，这些高僧大德们对极乐世界的赞叹，无不是赞叹他同居之妙。真的是独妙，没有任何一个佛国土凡圣同居土能跟极乐世界相比的。这个里头真正的原因我们晓得啊，就是它是移民过去的，它不是当地有僧有长，没有一个都没有啊。极乐世界全是十方世界去移民的，去往生的莲花化身啊，所以它基本的条件，心愿心，这三个条件，啊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。啊，你看，善根福德因缘，要具备这三个条件。啊，善根是心起，福德。是行愿啊，善根福德重要啊！啊，这是最重要清净心啊，心不清净，善根福德也不能往生啊。心净则佛土净啊，这是净土。真因呢？啊，善根福德怎么修法？念佛就是。
念佛是善根，念佛也是福德。一句阿弥陀佛，全都具足了。啊，具足心愿心，具足善根福德因缘，名号功德不可思议。啊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休息到这。